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仅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中国女排正在漳州体育基地进行着紧张的集训备战。主教练陈忠和一脸严肃地站在场地上，盯着队员们的训练。如果哪个队员的技术不到位，他就马上指出来，甚至亲自进行示范。一堂训练课下来，用陈忠和自己的话说，就是身心俱疲。你在台上呢喊了半天，或者是大怒，但队员呢还无动于衷，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失败了啊！我觉得几乎你就教练你就很难去调动队员了啊。那么如果是作为教练站在那一点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队员呢他能有一种紧张感，或者能够听得进去，马上能够转变他这种临场呢或者是这种训练的一些作风。我觉得应该就达到目的。在今天的中国排球界，陈忠和应该是资历最深的教练员了。从老女排五连冠时期直到今天，他始终伴随着中国女排走过了辉煌，也经历了风雨。很少有人知道，在2001年上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前，陈忠和曾经默默地辅佐过包括袁伟民、胡进和郎平在内的8位主教练，可谓八朝元老。我从1971年开始打球，如果是从开始摸排球，应该30多年，快35年了。陈忠和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龙海市，最初只是一名业余排球选手，身高只有1米77的他，正是凭借难得的灵活和机智入选了专业省队。然而在专业层次的竞争中，身高问题还是阻挡了陈忠和前进。正当他准备从福建队退役的时候，却被一个人看上了，他就是时任国家女排队主教练的袁伟民。当时女排针对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所以需要几个身材比较矮的男队员做陪练，于是陈忠和被调到女排，成为了一个临时陪打教练。当时我没有想到我会到国家女排来，因为这个是比较突然的，但是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时也很高兴，因为女排毕竟呢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呢大家都很喜欢。1979年，陈忠和成为袁伟民执教的中国女排第一任陪练员，这一年他正好22周岁。当时领导对他说，只是临时借调45天，陪练完就归队。就这样，他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道。当时陈忠和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去他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陈忠和入选这支光荣之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着超强的模仿能力，能够打出任何一个世界强队攻守的球路。日本、古巴、前苏联和美国女排队员的进攻、扣球、防守、拦网的动作，全部是陈忠和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他甚至把每个假设敌的神气表情都模仿到家，获得了教练和队员的高度认可。有的叫我陈指导，我就脸一下红了，我说你们不要叫陈指导，后来有的就改我小陈指导，就好一点了，因为当时呢一叫我就脸就红了，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因为当时也年轻嘛，而且总觉得他们的就是有一种荣耀，或者是有一种其他一种什么方面。那么我刚刚从基层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怕羞。从1979年到中国女排担任陪打教练开始，陈忠和已经和中国女排结下了长达24年的不解之缘。中国女排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一个共同骄傲。从1981年至1986年，这些姑娘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蝉联世界冠军，成为第一支在世界女子排球历史上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而在袁伟民执教的鼎盛期之后，中国女排却经历了无数的起落与动荡，主教练人选饱受争议，新老队员青黄不接。
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第八届世界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女排尴尬地止步于四强之外。那是中国女排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女排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撤换教练员，而全国的球迷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接手处于低谷中的国家女排队伍。当时也没想到我会接这个班子，因为太多太多对我有一种不信任感，而且当时呢，主教练不行了，二教练调整，二教练起来当主教练呢，是很少了，可以说几乎没有了。如果是行的时候，主教练走完，二教练起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打不好，主教练走了，二教练顶上来，这种就很少。但是呢，我在心里想说，这个时候我比较了解国家队的情况，对国际的排坛的发展呢，我比较清楚。如果再换一个教练，我当时我还是充满了信心。所以说当时主任找我的时候说，这个队让你带你有信心，我说有信心。2001年，陈忠和正式上任国家女排主教练，他的第一次出手就是对此前的国家队大换血。他毅然放弃了多位正值当打之年的国手，启用了一批身高条件优越的年轻运动员，一时间非议频频，叫喊让陈忠和下课的声音也开始响起。其实队伍压力是蛮大的，陈忠和乱点鸳鸯谱，陈忠和是一个过路的，连那个鲜花杯都不敢参加，怎么能够带队？那么第一年呢，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主要是考虑的如何去完成200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们的原来那些队员呢，我非常非常的了解，非常的他们的潜力，我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我当时也就豁出去，上马后的陈忠和立刻指出了女排问题的关键。以往的荣誉让老一批队员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包袱，战斗的欲望和强大的信念正是中国女排所欠缺的。中国女排急需注入新鲜血液。作为球员，你必须要很强烈、很这种欲望，想进国家队，想打球。你再好的水平、再好的条件，你不想进来或者不想，这个对目标的欲望不强烈，我不要。打球一定要有激情而且要能豁得出去，不要打球的过于闷，或者是不说话，或者是考虑太多或者是想赢怕输这种。而且我是非常好强的，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队员呢，就是对这种求胜的欲望要非常强烈。保护好，先打过去。性格决定命运，而人的性格往往具有两重性，甚至是多重性。俗话所说粘人有豹胆，也是这个道理。平时总是一副笑模样、乐呵呵的陈忠和，真诚、忠厚、随和，但也有他倔强、顶针和有主见的另一面，两者不露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他的老乡、原国家女排队员侯玉珠就说他是好斗的公鸡。生活中他从来不跟别人红脸，但若工作上论起理来，他谁都敢顶，甚至吵嘴。了解了陈忠和性格的一面，就可以明白为何这些年来多位女排主教练愿意选他做助手。而了解了陈忠和性格的另一面，便不难理解，当他坐上主教练的帅位之后，出手会比他的很多前任都狠。吃大苦，耐大劳，排万难，创佳绩，这套像极了建筑队赶工期使用的三字经，才是陈忠和这个苦大师的独门秘籍。一天三次，每天七个小时的训练，让姑娘们吃尽了苦头。其实我是一个很急，而且呢也很容易发脾气的一个人。特别呢在去年呢奥运会之前，我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要发脾气，每天都要生气。按他们队员呢所说的，他们我们已经感觉已经受不了了，或者是感觉有点逆反心理了，已经到这个程度。会把他们说哭吗？哭是平时那是常事的，包括在比赛当中呢都哭了。比赛当中有时候一个球打不好，我又发火，
啊，我无名火发出来，那么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你会怎么说啊？比赛你要是发火，就是打得不好，是不是生气？生气，比如说一个球，比如说一个探头球，一扣下去结束了，啊，你因为没准备，那么这个球这一局丢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火，我说你要给我记一辈子啊，你这个球啊，你啊啊。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完美，也许正是这种对胜利近乎贪婪的渴求，导致了2002年让球风波的出现。已经具备了夺冠实力的中国女排，为获得有利的对阵形势而在小组赛中两次放水，故意输给实力较弱的对手，结果淘汰赛中却在自己选择的对手面前意外翻船。为此陈忠和几乎身败名裂，他甚至公开地称自己为中国的罪人。报纸也登到了陈忠和下课是必然的，陈忠和下课已进入倒计时，候选人也都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心态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只是有点真正下来有点不甘心，我就是干了这么几年，而且队友呢眼看也不错，这个时候让我下来，我也其实有点不甘心。上任之初，陈忠和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抛弃正值当打之年国内公认的女排最佳二传手朱韵莹，而选择了当时还没能进入甲级队的北京队二传手冯坤。面对众多议论，陈忠和不为所动，他从长远考虑，认定了选择高个子二传手这条路。他的理由是，我怕那个时候输球，不怕现在输球。那个时候指的是他的任期目标，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打进前四名，力争奖牌。对他讲的比较多一些了，因为他是队友的骨干嘛，而且又是主二传，也是灵魂啊。那么所有球都要靠他来组织，那么有一些偏差呢，对整个队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也始终在讲啊，我说作为你们二传来讲，就要让教练骂到你的心态又很好很理解，你才算成熟。那么如果是二传的心态处理不好，我跟这个队员好一点，跟那个队员差一点，我多给他球少呢，都是掌握在他手上，所以他潜力很大，比我潜力都还大啊。所以他呢，一个他各个方面人员呢要搞好，要团结大家，另一方面呢，要比较无私。训练冯坤，陈忠和自有他的妙招。冯坤是北京队员，自尊心强且性子慢，攻击有威力，但传球组织不稳定。进队后，他一直打替补，看到每场比赛中他在场下焦急的模样，陈忠和觉得该给他加加火了。他细心地指出冯坤的毛病，让他必须改变，重攻轻传。这一年的联赛还没结束，但由于北京队进入58名而不再参加下一阶段比赛，陈忠和就提前结束休假，来到基地给冯坤和另外两名队员开小灶。空荡荡的训练场上，只有他带着3名队员在苦苦训练。执练的冯坤在训练结束后咕咚一下躺在地上起不来，他也仍然咬着牙，硬是没掉一滴泪。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队员们特别理解我，所以说我也非常感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呢训练呢更加投入，然后呢整个队伍呢，似乎呢更加团结。包括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会自发的去买鲜花送给我，然后呢给我过生日，其实那一段呢，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或者是也是值得我人生的一种回忆。各位观众，现在我们一起来到，让我们重新回到2004年8月29日的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现场。前两局中国女排以0-2落后，命悬一线。第三局开始不久，陈忠和叫了暂停，他没有布置战术，只是说现在什么都别想，你们已经输了，就当自己已经输了，放开去打吧。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从他们手中拿一分算一分。最后三局，两队比分交替领先，分差都在一两分之内。关键时刻，中国队的拦网得分了。俄罗斯队老帅卡尔波里像一头怒狮，站在场边大喊大叫。相反，陈忠和则平静地站着，只是在每个球开始前交代几句。即便中国队丢分，他也只是微笑。有人说，陈忠和的微笑是女排精神复苏的生动体现，那种笑体现的是永不服输的拼搏意识，是坚韧顽强的优秀品格。现在比分是11-8，中国队能够在连续三个。现在中国队的状态，拿下这一分有什么问题的？现在中国队应该说全队的士气是比较高涨的，现在主要是要接好这个一拳，打好一攻。啊，这个球比较快啊，接好球，活动扣球，中国队再组织进攻，拉开在四号位再扣。俄罗斯队这段的防守很稳健。好球，好球，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扣球，好球！俄罗斯队拼命的防守，还有机会，他把球送过来了。打快攻，打快攻，我们应该打一个快球，还是四号位球过，球，漂亮！当张玉红四号位扣球落地时，雅典和平友谊体育馆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中国女排最终击败最强劲的对手，继2004年世界杯之后，又一次登上世界大赛的冠军领奖台。然而意义更加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女排相隔20年后夺得的第二个奥运冠军，也是中国军团在此次奥运会中唯一的一枚集体项目金牌。而此刻在家里的电视机前，陈忠和的妻子李东红由于怕承受不了，根本不敢看比赛直播。赛后他打开电视将声音开到最大，儿子陈翔从睡梦中被惊醒，陪妈妈一起看完了颁奖仪式。这个夜晚在母子俩的记忆中是美好而温馨的。为中国女排日夜忙碌的丈夫和父亲，此刻给电视机前的母子俩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安慰。应该说，让陈忠和倾注全部心血的是女排队员，而最懂得陈忠和的也是这些女排姑娘。她们有的是陈忠和的得意门生，有的是陈忠和力排众议选拔出来，最后成为整支队伍核心的。谈起陈忠和，女排姑娘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趣事。像陈老吧，我觉得他同样在场上也是非常严肃的，就是要求特别高，一点练得不好他就会生气。但在场下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和队员我觉得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就是跟我们在场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更像朋友一些。对对对，他特别爱打赌，这是他特别的喜好的一个项目，就很多事儿，就一些小事儿，他都能跟你，他就跟你打赌，就像今天你刚刚看到那样，就是扳手腕啊这种，他都会喜欢跟我们一起赌一赌。就是在日常训练中，陈忠和也十分注重训练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多样。为提高队员脚下的灵活度，陈忠和将足球引进到训练中。因此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女排姑娘的足球比赛。我当然是他们的长辈了，因为这个好像也其实也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么平时呢就是要对他们一些严厉，那么生活当中呢就是多去关心他们一些，多投入一些感情，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女排姑娘们在奥运会上表现的是拼搏的美，激动的美，
脱下戎装后，他们则显得娇艳、健康、性感。这样几句诗放在中国女排姑娘的身上再恰当不过。洛阳牡丹，众人皆说她的富贵，而我独见她的妩媚。陈忠和则被姑娘们亲切地称为帅哥，他那独特的微笑更使女排姑娘们感受到体育的独特魅力，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都宠辱不惊，笑对人生。雅典重振雄风后，陈忠和再一次对女排队员进行新的调整，三名老队员离队，一批新面孔出现。在人们的满心期待中，这一新的阵容首次亮相在2005年7月的世界女排大奖赛上，然而他们只获得了第三名，一时间批评、责骂和质疑之声又扑面而来。其实呢，这次的比赛呢，主要还是在试验、调整、观察，因为有些人员呢，今年如果是不给这些新队员一些机会，明年的机会就很少，因为明年有大赛，后年有大赛。那么今年呢，输一些球呢，让一些新队员呢得到一些锻炼呢，我觉得也是要交学费吧，也是值得的吧。时不我待和耐心等待新人成长，这两个带有冲突色彩的元素是陈忠和与排管中心领导们都无法回避的，但陈忠和更愿意选择后者，因为他见证了中国女排20多年的兴衰起伏，深知新人的培养对于一支队伍的重要性。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和俄罗斯总统杯上，以新老搭配面貌出征的中国女排接连拿下这两项大赛的冠军。同时，自由人张贤、副攻薛明和二传魏秋月等几名小将表现出色，日渐成熟。不过，在世界女子排球正向着球员身材高大化、力量化且进攻立体化发展的今天，现在这支老中青三代队员齐全的中国女排备战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肩上的担子仍然很重。然而，当我们看到陈忠和带领的这支梦的队伍踌躇满志的备战状态和从容冷静的训练思路时，我们忍不住会相信，2008年的胜利并不那么遥远，幸福也许会来得很突然。他曾经历人生的艰难，他从逆境中走来。坚持永不服输的精神，他将继续带领国球走向辉煌。明天。